咱议员当然吼，大老早吼，啊，市府这一级主管吼，咱怎来承担第四处的这追加检预算吼？咱怎么先看？谢谢。我来，廖天良议员。我是感觉呢啦，这拢中央报道看啦吼。啊，若感觉讲大家是你讲有很危险的所在吼，要提出来讨论啦。啊，若无吼。就安尼啦，就安尼，我大概意思，我安尼就好了。好来，这个咱廖天良议员吼，伊建议讲这种追加检疫上啦吼，拢从中央报道看啦吼，啊看大家有啥意见，吼，啊无意见，都叫那意见，咱我逐条，吼我尊重，咱定咱的议员啦吼，啊看大家意思安怎吼，大家去，啊啦。无意见，好来。对啦，我有意见啦，有意见。无意见是吧？有啦。好有啊，来，黄秋九议员。即摆吼，我的意见是安尼啦。即位有追加检的单位吼，一个单位吼，照你变个医生的单位，一个单位起来报告三分钟，吼，互因起来报告者，表示因来负责啊，对无？你咱咱看啊要死啦！好来。我今天报告三分钟，啊，若无意见吼，甲规个好过，吼，咱直接调换报道。有你啦吼，咱追加检的医生啦吼，一单位啊，请伊详细，那我只要三分钟就好啦。报告三分钟就好啦。三分钟吼，遐个单位咧，嗯，安尼是哦，安尼无咱细一部分吼，咱先请输给主任，你细一部分，那细些。好来，我们有议员，谢谢，说出讲就好了啦，说就唔免啦。好啦，哦，阿你好，谢谢。OK， 好，谢谢。来，说入吼，咱就不予报告了吼。啊，咱都来吼，看这个2G26。哦，你有报告对啦，我是讲这个单位了吼。卫生局先来报告一下吼，这个今仔追加检医生较侪的部分吼，来卫生局。主席啊，各位议员大家好哈。卫生局的部分哈，有编了750万，啊，750万里面呢，有400万主要是在于今年的卫生福利部啊，有对卫生局有一个提升计划，可是明年并没有。所以我们把这个计划的这个费用啊，就补助在这个地方，希望明年继续能够推动。那么另外有350万是对宣导费的加强，因为我们现在要希望能够民众可以吃得安心，而且对食安有信心，所以350万主要是对宣导的部分来做加强。以上报告。好，来，以上卫生局长的报告，来，谢谢我们议员。主席，我的请教是每一单位拢总讲了，敢有意见，还是即马即单位讲了有意见，个即马讲？哦，有意见即马个讲啊嘛吼。看是一单位，单位讲好无？来，好，来。主席，安尼我来请教卫生局长哦，局长，你这委外吼，真多，你感觉？这个尾后我一看讲啊，海报啦、看板啦，甲这拢委外，安尼敢好？虽然是吼、哦、中央的补助，迄嘛是百姓钱啦。甲我感觉讲唔好安尼，你看你委外吼，你予咱的资料哦，遮多，啥物要宣导、要配合中央的食品卫生政策宣导影片，甲我借问下，影片伊这是要伫台播放的？局长来解说一下。好来，局长你解说一下吼。主席谢谢，啊谢谢王议员哈。因为咱现在播放影片哈，多半在网络上面啦。啊，当然电视嘛，希望讲有机会上来播放。安尼，伊个局长，我来你建议一下吼，你讲伫网络啦，刚刚讲今嘛有社区哦，伊那有迄个都爱播放宣导。像讲消防的啦，警察局的，咱是唔是会使嘛做伙吼，互因播放？因为有时啊，
出做买菜啦、食品的啦，不一定是少年人，因为屋里上、屋外上嘛是会买到啊。是不是咱那社区会当个，还是治安卫报内面呢？吼、哦，警察局遐多宣导的时候，咱是不是会使加以参与讲？作为伫内面播放，无你开遮个钱会无彩，因为有个人无一定会上网去看，是，好不好？啊，是讲哦，拜托细心呢，这来咱多播放一下。好，好、哦，谢谢弟兄。来继续吼、哦，请咱干部处，来你做对哦，你来报告一下吼、哦。哎，公务处报告哈，公务处主要是增加。中央的补助款是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的雨水下水道案，那这个案子在今年初已经编列了456,586,000元的一个预算，要办理3件的工程哦，包括友中路的雨水下水道，还有南京路的雨水下水道，以及我们嘉义市的雨水下水道普查，好、哦，这三个案子。那在8月8号的时候，我们接到营建署的一个。这个函的指示啊，那希望提高补助的额度呢，增加294,000元，所以整个补助的额度呢会提高到749万。以上报告，谢谢。这个对干部处的报告有意见无？啊，无意见叫我们都来都市发展处处长来黄局长。好、哦，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大家早齁、哦。我们督发处有2件那个追加铁预算。那第一个案子就是105年度原有住宅无障碍设施改善的先期计划，那也正在税出的2至10页。那我们这次的追加铁有154万，那最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原有住宅的一个公寓大厦部分齁、哦，改善一些无障碍的设施。那最主要是针对身心障碍或是年满65岁高龄的住宅的部分。那其中我们预计每件补助9万块，那有17件，那其中有80%是中央补助款，那我们配合20%，那总共的预算就是1,547,000元，这、就是第一个案子。那第二个案子就是105年度我们的城镇风貌整体行作计划，那在税出第12页齁，那我们这次追加有97万，那原先我们在105年度已经编列了5263万元，那因为我们这次积极的跟中央争取预算，然后超过原先编列的额度，所以必须要办理追加97万元的部分，那其中97万是中央补助73万元，那我们地方配合款是23万元，总共是97万。那以上来这个都市发展处的报告，咱议员当然有意见无？无意见，叫我们来到来建设处代处长。主席、各位议员，大家早哈！建设处这边有三个案子，第一个案子是那个嘉义市设计翻转地方创生计划案，这个案子是从中央从那个。国家发展委员会补助200万，然后我们自筹50万。那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以前那个中央的单位哦，他为了要消弭城乡的差距，大部分的预算他们都花在硬体上面。那他们有意识到说，哎，其实软体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个案子主要的就是说，希望能够把一些软体的部分，然后人才创意的部分，能够去用到一些地方的小型的店家或是小型的企业啊。那这个案子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做一个媒合的工作，就是把一些年轻人有创意的一些有设计感的年轻人，然后请他们去辅导一些店家做一些设计的，然后一些 CIS 的或是看广告店家的一些设计，能够把这些东西注入一些比较传统的小型商家的一个部分哈，这是属于地方翻转的这个案子。另外还有两个案子是从卫福部那边过来的，一个是400万的东市场的一个算是一个改善的计划，还有一个320万的一个参展计划哈。东市场这个400万的改善计划，喜欢都出来可以一点讲拖几年啦。因为我一直认为说，东市场它其实是一个对嘉义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庶民橱窗的部分。那我们就是很多人都在那里买菜，在那里生活，它喂养整个嘉义人的胃。那但是它有
一直越来越老化的一个现象哦，甚至于环境也不好。那其实跟食安有关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食安的上游，所以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跟东市场在地的人，我们一起来讨论。啊，我们一怎么办？好，继续啊，高雄贼，我们一起来讨论说，怎么让东市场可以由透过当地人大家一起合作做一个振兴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部分编列了400万，有包括环境的一些环境的一些改善，还有一些入口意向的一些设计，好，这是属于东市场的部分。再来有一个320万，这个部分是我们希望可以去参加，就是东京的食品展，这是全世界前三大的食品展，然后离我们最近的。那我们嘉义市政府从来没有参加过，那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在地的小吃或是伴手礼，都是其实是具有国际的竞争性的。那也希望透过这个食品展，可以把大家带出去，让其他的国家的人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市的一些饮食的美好。以上报告。好，谢谢。就这样，主席。有咯，我讲一下好不好？建设处长，你即个提供这本啊，当市场这本，你只编400万，这本的计划，这些资料，这是恁家己市场管理局做的，还是外口的顾问公司提供您的？开会。哎，你简单。谢谢，这是我带领我们那个建设处的同仁一起做的。你哈、哦？对。我是安尼啦，感觉讲当期吼、哦，这应该不是400万就做会好了。当然吼、哦，你要做这要改善的环境卫生，这真好。但是有一个观念啦。当市场这边遮吼，实在讲吼，遮伊个环境卫生、市容观瞻啊、啊交通啊，这问题真大啦。这应该唔是讲一局你会做会好啊，应该着有心要做吼，这是中央补助，有心要做后日啊吼，你着将所有个吼一局一局吼，甲做好势啦。哦，因为迄当时啊路，迄是路是要有车要有人行个啦。哎呀，是足乱的啦！啊，一个环境卫生吼，是也无改下啦。啊，所以你来这后，迄个后排水后环境卫生后啥吼，我感觉有较笼统啦。你以后要做吼，尽量一支一支做好水啦。是。啊，做好有感觉啦。哦，卖啊钱甲消化化，后日啊看无吼，安尼唔好啦。我甲你提醒一下，做好吼，我将来去啊，我会去看。阮遮同事拢会走去看吼。你开了爱开，我看定哈，你也给掉嘿。是，谢谢。不，来，欧米委员，主席，我来请教咱处长哦，处长，你这个经费320万呢，要去东京100万呢，诶，考察费嘛吼，刚来请教诶，这100万你要安怎运用？是几号要带去？加上要带？来，处长，你动目者。这100万的那个参展的，主要就是工商科的人员，然后还有。不是啦，你已经有计划出来，是几个人要去，加上什么人要带队啦？我们的想法是希望由市长带队。市长哦。对。这唔免你讲，我嘛知影市长带队。他过来要带几个人去？就是细部的做法，我们还没有充分讨论过。但最主要就是第一个知影，就是市长带队安尼啦，是不是？我们目前的想法是不是啦？是是嘛哦。嗯。他过来，我来借问诶，你这下骹讲每一个四个单位、四个摊贩、四个一个50000块嘛，四个20000块啦，四个20万啦，好、哦，处长。甲你这四个安怎去定诶？是伊去报名要加恁去，还是恁去来招诶？主要是要他有意愿为主啦。我们希望就是由厂商自发性的。目前这四大敢有啊？我们有在接触的，就是不是啦，目前有啊，无啦。目前没有确认的名单。没有确认，还袂敢知影，预计要四大要
干预，但是有意愿的厂商，我们会尽量去，就是邀请他来参加。有意愿有，那比如呢，伤侪大的时候，要安怎处理？兄仔打看有没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哎，比如说一两个品牌需要一个摊位之类的。哦，对。哦，主席，我来。啊，其他意见无？来，郑光宏议员。处长这边迄个他多东市场这个案子哈，我想请教一下，有一个400万的预算嘛哈。第一个，我赞同刚刚黄秋哲议员在讲的哈，就是讲东市场迄个所在其实你要给他改造哈，这个。绝对不可能是三五年之内可以做好的啦齁。所以如果有心要改造的话，我希望说未来建设处这个地方还是需要针对于东市场的改造，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短中长期的计划，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这400万以上的计划内容里面齁，你有讲到说有一些必须重新包装有一些老店。那但是从以前的经验来对我发现说，其实以前包括公社会包括建设处齁，配合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这边都有在推例如说像老店新风华还是前村后店的这一些计划，可是有一些老店就不进来啊，对不对？中央有经费在补助，可是地方的这一些特色店家他如果他不进来的话，那也没办法嘛。所以我第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什么诱因在这个你这个计划里面有什么诱因，你是可以去把这一些特色店家找出来，让他配合我们计划，可以让我们未来这个计划的预算可以执行的更完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338万的部分，你是说要整修东市场的这个铺面还有排水系统还有入口意向。不过你在计划内容的前面你有讲到说，以前的拖胸都安于现况不愿意改变，那其实这个是过去长久以来各个传统市场它所会面临到共同的问题之一啦齁。所以在这里我其实我也要跟你请教，就是说其实过去市政府也有心想要针对东市场针对西市场包括一些传统的市场想要去改造，可是改造的过程当中如果摊商他不愿意配合的情况之下的话，常常到最后会流于说，诶，但市政府虽然利益良善想要帮你改造，不过如果他们不配合的情况之下，纵然预算过关之后到最后的那个执行内容也是会被改得面目全非，所以导致说每次常常钱花下去之后一当鬼成果显现出来之后，议会会发现说，诶，其实成效不彰嘛，可能没有像你们之前在提预算的时候所讲的这么好嘛，所以导致未来可能比较长期的计划的预算可能又会在议会这边卡关。所以第二个问题我要请教就是说，针对铺面的整修排水系统跟你入口意向要怎么做，这一些东西我们有没有去跟现地的这一些摊商已经有过沟通了，是不是有过某种程度的共识了，还是说我们都没说过啊，如果都没说过未来你打算没来交这个拖箱去沟通，谢谢。谢谢哈。那个针对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东市场他们就是因为习于旧的方式的一种营运的方式，我们有观察到一点，就是说可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其实在于他们父母经营的这个摊贩的这一件事情，他们就算要回来他们也不希望用原来的方式再进行，所以我们有跟这些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愿意在做在继续在菜市场里面工作的这一群比较年轻的孩子，我们去跟他们做一些沟通。前几天他们有来我的办公室，包括高基隆刘里长，然后还有那个陈玉水自治会的理事长，他们都来我办公室做一些讨论了。其实我认为东市场如果要改造成功的话，我说真的，政府的那个强力的那个手法不能介入太多，因为那毕竟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毕竟是他们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比较尊重在地居民的一个想法，在那边做生意的人一个态度，然后也透过他们自治的方式，然后我们尽量提供资源，做一些就现有状况的一些改变。我相信这种比较微小的改变，透过这种微小的改变，慢慢却会变成一个整个市场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我们是希望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那至于说排水的部分呢，入口意向，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希望能够一开始做一个倾听的动作，把这个复兴振兴的团队能够组出来，透过他们的一些想法，我们再来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对他们蔡市长的整个修改的一个动作。以上报告，谢谢。好，来各位议员同仁吼，啊，多少咱这干部处长、李处长吼，伊讲伊心脏不舒服了，啊，伊这个工作报告了，咱是不是要先离席？好了吼，来，迄、那个，好，好来。爱上病院无？爱叫，真叫救护车来无？免啦吼。爱叫救护车无？唔免啦吼，好来。哎，好来，傅大伟。那个。哦，那个我记得我们西市场曾经改建改造过好几次哈、哦，然后改造完之后都最后都还是等于又回归原点了哈、哦。当然一个市场的改造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哈、哦，而且400万西市场那么小，当时就用了将近200万，结果改造完之后还是回归原点哈、哦，等于完全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哈、哦。然后一个西市场。那个东市场你算嘛，有将近两条街的三条纵的，然后还有一个东市场齁、哦、才用400万的经费，然后我是希望说钱花在刀口上面啦齁、哦、然后是不是跟自治会这边齁、哦、厂商事实上，西市场我们常常在那边买菜。西市场绝大多数，西市场里面有大概将近一半以上的摊商都是来自嘉义县哦，户籍不是设，还不见得设置在嘉义市。他们来来去去，他们只是为了在这个摊位赚钱哦。所以说，在整个的营造上面，我是希望处长这边哦要。掌握重点，因为400万真的很少，你根本看不到东西啦。入口印象我觉得就免了啦，那做一个入口印象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如何去让这个摊位的整，我是觉得进入东市场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凌乱，非常的凌乱，然后摊位没有就是摆得非常的凌乱，然后环境卫生哈、哦，都是很乱，很环境卫生方面会觉得比较不符现代人的需求。我是觉得应该是朝这几个目标，像大家觉得，哎，我来到这个市场啊、哦，传统的市场，感觉很摆设的很整齐，然后有卫生的感觉。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先朝这两个目标来做啊、哦？这是我的建议。好、哦，就这样，我补充点，来，黄秋走议员。没啦齁、哦、这个有啦，这个320万要参展啦齁、哦、你里面的资料，你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啦，有要参展议员的厂商九间，我来看九间啦，结果你是四间啦齁、哦、按算四间要转四间去，你的报告里面齁、哦、这咱嘉义市的啦，嘉义市管洽谈人士有去向您洽谈，有去向您办的，的人数预计500人。哦，你这500人是安怎来的？过来，你首批接单预计销售额，哦，开始按亿元销售额就5000万新台票。你这是根据安怎来的？啊，这5000万，啊，这500人，你是根据安怎来的？啊，是家己凊彩写写的，来干糊弄的啊，来。是的，来，处长开始。报告议员啊、哦，这个它是一个全世界前三大的一个食品展呐、啊，在东京，然后其他在科隆，在巴黎。那就是说，它的摊位有将近4000个摊位，整个展览馆是非常大的，所以全世界有一些跟食品相关的业者都会到那个展览馆去。那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类似的一个参展，所以这个资料是一个预估的资料。那当然，我们同仁，我们科长他，不，你预估是凭什么预估？你我只是讲咱嘉义馆尔，我不咧讲个哦，我不咧讲贵个真的。
规个今日啊，预计驻台湾馆参观呢。我今晚唔提爱讲参观，参观你只三千人啦、啊。哦，啊，已经达成现场成交四亿啦。我伫参观咱台湾馆，台湾馆偌济我唔知道，我是讲咱嘉义馆尔。嘉义馆洽谈人数500个，预估你是用安怎来预估？这个，按时啊做民望去望到的。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参展的经验，那因为我们科长之前在县政府他有参加过这个展览，然后他说那人真的很多，然后这个所以他依据他那样子的经验去估出来的一个数字。没啦，你这都不是在签名号又不要后面不要黑白，你这个我们看到感觉很奇怪呢。啊，再来这个5000万的呢，依据交售额5000万，我还说你这原来这个数字没根据的啦，你对我讲，你5000万转来，你去参展转来哦，5000万来给我玩看玩。不是那个5000万，不是说一定会在当场成交的。那我们参展过的都知道，说他后面陆陆续续，你有时候放一些博秀在那边，然后他会有后续的一些。我跟你讲的后续要多久？后续要多久哦？就这行李，后续嘛，到这条预算决算的时，安尼算后续啊，好不好？我来看你安尼预计销售金额5000万咯，你们到时还卖无5块钱，我来讲啊，后摆要写这个数字较谨慎一点。是，你别使我别写字啦，这爱负责任咩？哦，你会记得啊？会记得。谢谢。谢谢主席哈。建设处我这边再一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哈。有关刚刚那个地方创生的那个案子哈，伴手礼的部分。啊，不要小点光五级的部分。第一个在地区资源盘点调查与分析的部分哈，我觉得50万的了哈。那因为近景你冇桃园这个计划内容，你有提到说我们在2007、2009、2013跟去年哈都有办过这个十大伴手礼嘛哈。但是你后面这个地方又要花一个50万，要来针对现在嘉义市伴手礼跟其他观光相关产业还要再去做一个资源盘点跟资源调查，这个部分花50万。啊，我这边请教就是说过去在办的这几届的十大伴手礼的时候，这些资源包括多少店家盘点资源去盘点，我们过去都没有做过吗？跟议员报告哈，其实这个主要是一个媒合的功能，因为它这个还有包括设计人才资源的盘点。那为什么会去写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因为去框中央的预算，他们有几个构面是我们要去提出来遵守它的，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盘点不是说办手礼，或者因为我们已经办了好多好多次了，主要是人才跟这个产业之间的媒合。所以刚才说不是这个50万全部都要来做这个地区资源盘点跟调查分析，我们这个50万就只是为了要去框，为了要框中央这个预算，那它会有一些指定的项目，那所以我们为了要配合，所以才去框了这个预算。可是这个50万我们不是要来做这一些东西的，会做一些就是人才的盘点，这件事情是要做的，因为那这个到时候结案报告一定要去处理到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还是会希望说透过这个盘点能够到有一些具体的作为啦。好，处长我这边一个建议就是说今天我的建议就是说，今天你从业界过来到市政府里面，其实实际上的确可以补足现有公部门里头有许多在于跟一般民间媒合跟人才库的交流的这个部分，这个我的确是肯定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希望说，在你有限的任期之内，在这个部分你要尽量帮家一起走。还有另外回来刚才当时场那就是我来说，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从业界进来到公部门之后，有一些工作模式、操作模式、决策模式，可能跟你在业界的那个标准跟那个形式可能会有些不同。所以我特别要跟你提醒，就是讲，伫当时场迄个部分的位吼，你一定要，迄个部分是要委托公文公司来走的嘛，是不是？刚刚那个预算。我的330万的那个预算，我想法不是这样。不是，那不然是怎么样？我是希望说，
透过他们地方的那个，那也是公共公司要去做嘛？不一定。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已经就是很活跃、愿意付出的一些年轻人，有在想说怎么去改造东市场这件事情，然后也包括他们会去小学去带一些学堂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一定是要透过。就是我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了哈。华店面如果要搁第一代滴的话，就算讲即卖经营权，实际上在经营的是第二代、第三代，重点是要改造的话，嘛是要问过顶管头家的意思啦，所以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以上我无意见，我只是要特别甲你提醒，就是讲不要再重蹈过去传统市场在改造的时候所遇到的那一些状况。哦，如果这一次真的要做，认真走，那真的是倾听他们民意的声音。哦，那纵使他们会有一些些反抗，或是会有一些可能跟公部门之间想要预期他们要做到的东西可能会有磨合的地方的话，一定要花一些些时间去沟通弭平这个落差啦，因为这个样子未来如果说第一当第二当第二的主政的任期之内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东市场它的改造是有露出一点点曙光，会使感觉讲，这两冬在改造，虽然讲钱无济，不过改造伊是有一个成效的话，我相信这个未来，如果建设处再拿出短期、中期或长期计划，要争取更多预算的支持的时候，我相信议会都会同意啦。好，所以这个处长你再特别注意一下。谢谢，我会努力。朱姐 ，OK。朱姐，我讲，黄秘书，请告者，来朱长，我请告当市长目前哦。比较较少年囡仔排的摊位有几位？我碰到的那个高吉荣啊，我们讲他是哪几位？他是春卷做春卷的，几位？然后他们还有就是不是啦，你安尼所了解的，一当市场内面少年囡仔有。我也去摆。我刚来我办公室差不多四五个，但是我真正记未起，就是我还没有记未起嘛，还没有到很认识。对，并且干嘛讲哦，你唔好人吼，少年囡仔意见是袂歹，因为当市场伊个是传统的，是爱以当地一代的人起来了解。那你咧办什么饭店啦、什么啦，那是无同的哦。当市场是。伊现有诶，足侪拢六十几岁、五六十岁，搁还搁伫遐摆。你毋通为着两三个，家己影响到只爱做生意人，安尼蛮好。因为哦，少年诶有少年诶所在诶环境去发展，甲传统诶市场哦，搁爱传统诶市场。因为你来看咱西市场啦，改到安尼啦，无在条做生意，你哪有时间哦？你去来看卖啊，剩两三担卖鱼啊，一担卖菜，这什么叫做西市场？所以希望讲哦，东市场你要改的时候哦，爱搁上东去了解看卖啊，好啊，市长，好，谢谢。来，其他意见无？无意见照原片，来继续吼，到处。主席，各位议员，大家好啊，教育处。这次追加减的预算里面分为大概三个部分来。第一个是我们卫生福利部补助我们办理的奖励地方政府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的示范计划。在这个奖励金的经费里面呢，教育处大概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我们要去强化校品食品安心的计划来做推展了。第二个我们去推展的是校园的食农教育的一个计划。那这是两大部分的一个计划。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教育部补助本市所辖社区大学105年度的一个奖励经费。那这个奖励经费是嘉义社大里面有200万的一个经费，那博爱社大里有120万的经费以上跟各位议员报告。好，来议长告辞报告，有意见无？无意见叫我批。现在我问一下，主席啊，来，黄教授议员。你到处1020万啦吼，你扣掉社区大学820万，剩下700万，700万拢是这个食品安心的医生啊。其中的真少的呢，少的呢，迄个食农教育伊的计划，迄金堂门吼，甲资本门，迄内底占25%啦，剩呢？剩下你这是要创啥？
剩下你这一个105的在金潭文呢的计划经费，推展食品安心等计划经费，这金潭文呢啊，下底的资本们呢，迄、那个是设施设备，啊，这是要用的对，啊，要做啥？你的计划是啥物？啊，你的设施设备是啥物？这450万，你讲一下，经常问一下迄个资本们呢？啊，你有资料，你拢你内底拢无资料摕完啦。来，主席啊，我来，来，处长，你解释一下。哎，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对于强化食品啊、校园食品安心计划的部分哦。啊，这个计划里面大概分两个部分来跟议员做报告。在金昌门的部分里面，是学校里面在做啊，我们会补助学校，学校在做啊校园食品安全的那个教育的部分，比如说他需要模具，需要相关的一个教育教材设施的部分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我们会补助学校里面啊，学校里面在学童午餐的区块里面，他在啊，午餐那一区块，它需要相关的简易的啊测验设施的部分，比如说它啊可以做啊瘦肉精的一个简易的部分，油脂老化的部分，跟啊其他的简易的部分，这个在啊简易试剂的部分，这个也是等于说这个经费是补助学校里面来做处理的。那第三个部分里面是也是补助学校里面来办理啊首轨食安的相关的创意活动，这个是在活动本身的部分，这个是在金昌门啊的经费里面要去支援的部分。那第二个啊，刚才议员所关心的部分，在资本门的这个区块里面，当然这个经费也是补助学校。目前啊，学校里面有相关多的一个制木机啊，都已经非常老旧了。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奖励金的一个经费里面，补助给学校里面啊购置的制木机或是汰换制木机，大概原则上是这几点来跟议员来做报告。你今嘛，我今嘛问这700万，你拢用在学校呀？是，拢用在学校。啊！但是你下底迄个校园食农教育的，这内底金堂门甲资本门，这得500多200，吼、哦！啊，你要用伫好，啊，你顶头这个105甲300，你这安尼足含糊的呢？你金堂门甲资本门吼、欸，你难道你用伫学校？用伫学校是做一间校，你有去做调查无、欸？做一间校要偌济？做一间校要偌济？啊，要用什么？需要什么金堂门爱开偌济？啊，资本门爱用着什么设备设施？你都没有资料，李家港，你这个数目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跟150万跟300万，你是安怎算出来？你有去调查算出来，还是你家己大概用记录啊？怎啊咧写写咧？甲议员做一下报告哈，在刚才所提到的食农教育的部分，目前啊食农教育的经费大概以啊新安国小为主，因为新安国小是示范的一个基地，这个经费会在。资料我知啊，在新安国小。啊，另外在食农教育的部分里面，其他的经费当然就推广教育的经费啊，这个会到各个学校里面来做。那刚才黄议员所讲到的另外一个啊，推展校园食品安全的那个区块里面，刚才我提到的，基本上我们是补助各个学校里面，大概原则上一个学校有5万块，原则上了哈，这个看学校的需求，我们会把相关经费补助给学校。比如说你购买的相关的简易设计啊，办理的相关的营养教育活动。跟创意活动这个部分里面，就是补助到学校里面去。所以我来问你，就是讲不清楚啦。我来讲啊，你这105万跟300万一个经常问一个资本问的，你如果是来问这个数字是安怎出来啦？你就量计哦，吼，一个好5万，什么5万是啥物？伊的计划哦，啊是啥物？啊是伊的设施设备，你拢总有需要5万的啊。啊，对几个校有需要，有想要做，有法度做。你应该要有一个计算嘛，你没有计划，没有计算，你怎么会有预算呢？你这个预算是糊弄的。你若怀疑我，你阿弟，我老有我就最近我10万给你，我无怀疑我一角银给你。没了，家己还不没有，你手机就是现在还没有。我家己你没有计划，你没有计划内容，你也没有设备的明细嘛。我今天来跟我公姐啊，所以这叫做糊弄啦。这是中央补助款，我们这但是嘛是8000600金的钱呢，所以你爱吼好啊下啦，你后摆计划无你嘛加减啊的钱，按人的眉目的，对不？放一个名册，我反正议员看者，讲啊人这个事情做一间校需要什么设备，做一间校爱做什么计划，爱偌济钱，做一间幼稚园、国校、国中，你下面那个250万那个
各校园的殊荣机关，那个最起码你要各有公案啊！在新安国条遐，我们做啥物？一个两百，一个五十，啊！你村里拢无死啊，我拢无啊，对不？你人讲中央报道都未使删的，我讲这個，对不？谢谢院长。不清不错、啊，是。然后我意见，我就要给他删啦。啊，机会帮你过了啊，等于补偿补偿补偿一寡，你看国校要安怎补助？偌济伊计划偌济，伊个设施设备偌济，你也要量机予阮知嘛？好，有你无？有，到底。哎，主席，主席，我来，赶紧给你换，不要丢。好。那个处长哈、哦，你头仔讲的遐，迄、那个要补助供应去检验，迄有没有包括私立的国中小？议员，你讲是包括什么样？迄、那个你讲要检验，迄看是不是瘦肉精啊，啥迄仪器个啊？不，也许简易的试剂啦，哈，那个简单的那个试剂那个。啊，有没有私立有没有补助？原则上我们目前是补立公立学校。好、哦，安尼哦。是。啊，那后盖呢？有的时阵吼，私立的纯粹讲补助，也无偌济钱啊，拢涉及你家一事啊。啊，主席。我讲个别问你，那这还有，迄、那个你卡多在讲石龙吼，我是干嘛要处长吼？你应该要去每个学校，甲因调查一下。因为有学校无法度去做私农，啊！伊即卖母甲变卵一个老师吼、哦，一粒头两粒大，吼、哦！你倒啊，因学校有土地，也是讲伊边啊都有田，吼、哦，林乡艺人国小，哦，伊可能边啊遐有田，人有农地，吼、哦，啊，落一个做农民不愿意讲要提供给人来做这个种菜啊啥，伊唔叫这个所在，啊！你为个根本都无迄个所在，你要叫伊去，我那都爱种这個，我是感觉讲吼、哦，要。全部下去检讨，问因的意愿要不要来做？啊，卖莫叫人打金龙，就一点爱去做安尼。我是觉得有的是不妥啦，好不？好。好啊，希望讲吼，会当较完整的啊，给阮议员一份迄、那个。我你只要甲议员做一个补充的，对，用石农教育以目前来讲，就是以新安国小做示范基地，其他的就是推广教师真人跟推广教育的部分了。那刚才议员提到那个区块。学校如果有相关的土地，可以再做其他的石农教育的基地的部分，这个我们会评估。基本上是学校意愿有意愿，我们才来做。不是您以前我唔知道你今嘛是安怎啦？可是以前的那个黄处长吼、哦，有可能是讲叫每个学校都下去做是安怎啦吼、哦？啊，但是有的就是真正伊都好好的土地都好好的迄个都已经红都少啊，他有可能有个土地通好来推广这一个东西。哦，所以我是干嘛讲可能要下去。哎，甲因问一下，吼、哦，他们想要不要做？那要做的，咱开去甲辅导，看安怎来叫人做，安尼好不？好，好。哎，是中立议员，这地方我来请教一下哈。你刚才讲讲是咱国中小四季叫补助嘛？哎，是。啊，但是咱进前的对啊，营养午餐补助10块钱啊，对、哦。只要涉及嘉义市的国中小，都补助嘛。哎，啊！但是即卖有私立学校，我讲就对啦，因为各种小考啊，恁大部分人补助钱怎人领面啦？啊，钱是走对倒位去？你查一下好不好？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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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谢谢，好，谢谢，谢谢。啊，其他来黄连柱，啊，罗立柱议员，哎，要请问你哦，你这300万的资本门，你讲要做电子看板，你即卖是要做几间校？我想讲黄议员报告啊，这个也跟刚才黄秋哲黄议员刚才有提到哈、啊，这个部分我必须跟各位报告，因为这个部分事实上是学校他如果原来的字幕机的区块里面要更新要汰换，那我们会补助把这个经费专款专用补助给学校来做，因为学校的字幕机里面其实是整个食品安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它可以对于学校的师生来做宣导，也可以对家长来做宣导，所以这个部分学校原先没有的新购了，这个由这个经费里面来补助。学校第二个要汰换的部分也是由这个经费里面来做补助。啊，你是做爱偌济？你补助几间啊？我你讲讲，因为有些字幕机哈、哦、大小，因为要这个要看学校放的位置了。我跟议员来做报告，简易型的字幕机比如说40公分的到160公分呢，这一组套3万5左右啊。啊，你啊200公分呢，到400公分的宽的部分，这一组都要35万。所以，一些寸秋、长宽啊，这个都会影响价钱啊。这个必须是学校它设置的地点来做改变啊。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来跟议员来做报告。好，谢谢。好，其他无意见哈、哦，
来，主席，潘姐，好了，主席，好，你的主张，所达都阿恁所解说以后哦，你的计划哦，爱让每一个议员，赶快来请教一下，多久你才会当会完？跟议员来做报告哈，这个计划既然预算通过完了，要我们尽快就函问给各个学校里面，尤其刚才设备的那一个区块里面，我们就函问各学校，学校要申请的，我们就如果核定完了以后，我们就通知学校。所以这个区块如果是很快的话，应该在十一月份呢，应该可以给各位议员来做细目的部分。十一月份，对。啊，那是不是在我车上登记会规个进程好完咁咯？应该，议员那应该啦，都会使未使得啦。咱即马通知，即马议会今仔日过了，我就开始发公文通知学校。这个区块里面要做的区块，申请的区块，这个可能要给学校去一段时间去。哦，当然了、哦，你嘛是爱他过啊。对对对。我这嘛是有时间上的。对，如果他过来的时间快，我尽量要求学校快，好不好？这你那慢来请嘛是无呢，不是讲慢慢啊来请都有的呢。你嘛是爱他过啊。好，好不好？好。安尼你差不多我估了完。那十一月中好不好？好。十一月中请哈。十一月中再我再讲。好。好。好，谢谢。来继续吼，来告诉教官片吼，啊，萧一处，来张处长。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哦，跟收处报告哈。那有关这个父母未就业的一个育儿津贴的一个补助啊，那整个年度是中央是补助九成哈，然后我们要自筹一成，我们四五要自筹一成。那原先核定的一个经费额度是5209万4000元，那本府自筹是578万8000。那后来它是整个年度是分四次来核拨，那后来又有增加额度，那总经费变成是5933万3000元。那本府要自筹659万2555元，所以这一次啊，就增加额度是723万9000哦，这中央的部分，那本府是805000元啊。以上报告。好，来，下一处意见无？无意见，叫王潘来继续行政处来，陈处长。哦，行政处来。主席，各位议员大家好哈。行政处这次编列的追加的预算是广电基金补助款4万块。那依照规定，广电基金的这个补助款是由系统经营业者按照每年的营业额提拨1%来作为那个我们的补助款。那今年因为世新的营业额有增加，所以它实际上 NCC 核拨下来的经费比我们原先编列的多了4万块，所以我们办理这次的追加预算。以上报告。好，来，七八五意见不？来，主席，直接我对这个有什么意见啦？哈，跟我来吴处长讲者，世新哈，你也来讲者，因啊一做广告的宣声就大声。敢若会做电视，会做啥哦？细声，所以讲你这点你也来讲，无阮来讲几啊遍，拢无法度改进。好，爱换恁公部门来讲，无阮来讲两遍啊，都拢无改进，无你家己听看卖啊。谢谢，谢谢。好啦，啊，以上，其他有意见无？无意见，行政处叫换片，交通管理处来郑处长。主席好，啊，各位议员大家好，早。交通管处这部分这个吼、是有一个案吼、是做这个合作，咱嘉义市都市计划停车场停十五吼，这个停车场这个合作要促进这个合作民间参与啦吼，啊然后来招商，这个一个先期的作业吼，啊这部分这是这个合作，咱在财政部有争取这个补助预算吼，伊在咱补助九成吼，200万内底九成安尼啦吼，啊咱家己负担10%安尼吼。啊，这个停驶的部分，咱的想法就是变作讲，因为伊住伫个这个小雅路，离南坛 DC 部分遐吼，伊是会使等于是南坛的一个入口啦吼。啊，所以后摆面呢，虽然希望讲借由这个停车场来做多目标的使用，啊，引进这个厂商去做 BOT 的意思吼，然后也在做游客中心，也在点灯头停车，啊，也在做其他的运动啦，上面的其他的迄个有做一寡做休闲的项目吼。啊，这部分遮大概后壁面吼，爱
相关的工作，包括讲爱有一寡做可行性的评估、先期规划哈，啊招商，吼啊，甲一寡做公告吼、征审吼，一寡相关的物件，包括公听会部分者，大概安尼以上，请议员大人支持，议长。我来，这位主席，主席，我来辅导委员。那个处长，我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公司是目前已经开辟的这一块吗？开辟好的这一块吗？是的，是停十五，是现在目前有在经营的这一块，对。但是这块的腹地面积并不大啊。这块它是那么小，怎么再去经营其他的？这块腹地面积非常的大哈、啊，这块目基那个腹地的面积有3800多平方公尺。但是我说是已经旁边还没有开辟，是不是？对对对，现况的部分不太大。现况我说现况只有很小一块，是现况很小。就是说这200万是要把它做全部整体开辟出来。十五的一个评估，对。然后是预计你刚才讲的意思是说预计要采什么 BOT 案吗？还是后续是希望采 BOT 案，由民间去做开发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开发本身可以做一些商业行为，对，停车以外，除了停车之外有商业行为，停车以外的多目标，包括说可能是游客中心，还有一些可能是简单的伴手礼的贩卖也好，或者是说简单的餐饮，还是其他的一些运动的租赁，其实类似脚踏车租赁也可以，或者说其他的一个运动租赁这样子的一个意思。Oh, okay. 不过这个部分可以透过后续的一个先期规划哦，可能可以看到更多的想法这样子。三千多坪不就那个三角窗全部都整块都是公用停车场。OK， 好。好，谢谢。我来，我没有语文。谢谢，我来警告处长。处长，你讲爱塞停车，爱塞做展览，甲你讲规划讲一当365天有几天会使做展览的，还是私宅去做？来，处长，你回答一下。这部分安尼吼，这部分伊本身伊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都市计划用地，对啊。所以一般的规定吼，大概是伊袂使较减少一半啦，就是一半爱做停车的需求的使用，另外50%的部分者会使去提供做其他的这个合作营业商业性的一个行为。啊，当然是至于讲伊的停车是365天拢必须要提供停车，啊，其他的部分遐也营运的部分者，咱来看枪枪。伊也提出的意见是啥物？咱他个今后的状况，咱就会做评算，咱的意思啦。是。因为组长，你和我的这个说明哦，我看起来感觉讲，甲你若要做停车，也要用电缆哦。甲我的想法是讲，甲你坐停车场，当然你是为外人，为外人一定会趁钱，甲要来做的嘛。无了钱，哪要来做？只是讲你的停车的问题哦，你爱不管是爱去哪看嘛。有时啊，伊即马停车无停的时阵哦，伊咧做会愈做，摊位会愈来愈多呀。咱嘛袂使哦，做类似那像夜市啊呢吧。研报告哈，研报告哈，大概这项我可能有无讲清楚哈，大概这项要做的时阵，大概一定是立体的啦，立体的啦，大概是立体的。啊，所以这个部分车，这个场地，阿摆的时阵是完全伊在管理，不过伊也费用也烂啦。对啦，刚刚费用啊，那我即卖意思就是讲，你讲伊会使卖物件吼，展览的时候，我即卖今会变相，虽然伊一半吼，伊是让咱停车甲一半变，互摊贩啊，还是夜市啊去摆吼，安尼都唔好啊。哦，这个好不好？这你的计划啊，啥物是不是？小可较明了吼，完结刚好。可能后壁面吼，啊，他有他进一步的，除了我他。好不好？那好。伊个计划较明确个时，你资料互阮，因为我是望讲吼，唔通加人 BOT 案吼，尾也变成讲去予人一做拖完安尼个唔好啊。吼、哦，以上。好，谢谢。其他有意见无？无意见。交通管理处赵冠平，后头来吼，对这个环境保护局吼，环保局吼，来，环保局长张局长，你。报告者哈，主席，各位委员长哈、哦，那环保局这边主要追加的部分呢，有两项，这个部分也是卫福部食品安全管理计划里面补助的哈、哦，那两项我们会集合起来一起来执行，那主要是执行这个预期食品废弃物及废食用有流向辅导稽查管制计划，那这个项目呢主要。大概有380万哈、哦，那里面我们预计今年一年里面要辅导大概900个
厂商啦，主要就是辅导他们针对这个废弃物还有废食用油的部分能够把它交给安全的这个合法的这些处理的厂商，避免它再流到这个市面上来。那另外呢，同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减少提供这个免洗餐具这些的相关的这些宣导跟辅导还有餐饮业油烟改善的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这个 LED 的部分也是跟这个计划结合，那预计要设立两座这个大型的 LED 来做这些相关政策的宣导以上报告。好，来大家对环保局有意见吗？主席，潘先生，局长，你那个看板要做一堆，你两地要做一堆？目前是预计啦，在因为咱油烟较污染可能会较集中的部分，在家乐福夜市遐或是在文化公园那附近，我们来选一个点。局长，我来请教一下，你有去香湖公园哦？看恁做迄地无？有看过。甲你感觉个？你感觉个效果安怎？效果目前是拢像即卖是有25档诶政策伫轮播啦。因为哦，局长，我是安怎来讲诶？因为恁更底下先 LED 灯哦，因即个文化路即个角啊遮吼，规个目睭足差个，咱无法度做生意啊。所以我才会讲问看你这两道要做一对啊，跟你讲在家乐福夜市，家乐福夜市你就去那宣导就好啊，哪够一地一地人敢要你做？你要来做一对家乐福夜市，人敢要你做？这部分还个算适合的地点啦，基本上是讲初步评估，觉得那个地方来做相关的宣导应该不错。也包括去那边的民众啦齁，跟他宣导这些餐饮。好啦，局长，你讲要做这个看板齁 ，LED 灯，我是感觉讲齁，有足侪你去宣导，去那讲齁，比你做一块是店底下齁，会效果搁较好啦。因为你若想，家乐福夜市，伊本身夜市啊，你有主题会，去那宣导就好啊。你无需要去做一地啊，你就是讲像百姓有来恁点记的，有烟味歹，还是有迄个烧烤的，你去，你用遐个钱，你应该去争取哦，遐个钱去买，怎我来讲来讲仪器，等来检测搁较好啦。我讲虽然这两地看你要安怎用哦，你爱去设计哦好。啊！希望你未来爱赶紧去中央捐出钱吼，去买遐机械。无来恁真正的，恁无材料去切啊，佮爱佮自个请高雄市的环保公司来切啊。安尼你算多够啊？当下你无法度解决啊。局长是毋是安尼？来恁检举恁当下无法度解决啊？是因为谢谢王议员的指教吼。宣导的部分呢，同时做为做啊，因为去张都要讲到迄异味检测的吼，爱是经过环保署遐有认证的。对啦，我是讲咱无迄个机械啦，是所以变成难讲。所以你要宣导讲要去做一个看板，宣导到后你无迄个机械，你无法度来控制啊，是嘴咧讲啊，到不会遮尔啊。是，你爱有这个计划，爱赶紧去争取啊！是，莫讲做迄落安尼，做了无效果也无效啦，啊，搁有怨叹啊！像乡五一地，真的足侪人拢讲真正无效，我有时啊人熬过了，我徛咧遐看，唔知宣导啥物啊？我以为，医生你要抬下无啦？那你若讲无效，你甲抬掉无要紧啦。哦，安尼卖用啦，好不？卖啦。卖用。好安全的。因为你做无所在啊，但我感觉家乐福迄个所在无理想啊。地点。你是中央补助，一定拢爱互恁过，爱互恁开啊。地点。你是安尼啦。地点。中央的钱嘛，百姓的钱啊。地点会，地点吼会当过来评估。无啦，主席，我讲起啦，主席，
这个钱吼，处的局长，这钱三点相当无去啦。伊即卖是咧讲无一定爱做这看板，啊，你搁想看卖咧，搁去往大新，看当做别行宣导较好无？这钱也无入来，还是写出来可以送啊？这未无嘢啊！我这奖金我问过咧，主席处长啊，我你放心啦。啊，那干嘛讲？王经理已经都讲，宣导无一定，无一定好效啊！你怎啊？这拜托各位议员啊，因为这个部分吼、是两部分呢，宣传吼、我拢会做伙来执行。啊，因为嘛是对民众宣传的部分吼、嘛是会有啦。啊，但是咱嘛是有需要这种。对啊，处长，处长，哎，处长，伊这卫生局嘛两地呢，嘛400万呢，咁款些物件。啊，你即卖照顾做环保教授，你有平做的时阵，是咪讲这个所在研究一下啦？哦，啊，我今次钱未无去啦。看，大家见了咯。无啊，主席啊，这是安尼嘛？三雕是未无去啊，2950万，但是问题三雕出咧部分后日爱过来追加啦，爱过一摆啦。若无三雕，迄未使含一摆做伙开啦，迄就哦。啊，这安尼，到底这个时效啊，这个作业，你怎么后日要过追加？你当时他有时间还让你追加？你即话咧对地临时会对家，主席啊，爱美女，奖金爱美女去啊！主席啊，主席啊，大家拢为着这个时效哦，底下像安尼要来恁山呐，你就讲爱美女够我度用啊？咱无来恁山，像我今嘛问的哦，真正你好回答的哦，刚才我互你过，我嘛绝对不去良心的。你好讲要下咧家乐福。家乐福的所在，你哪会去下咧家乐福？地点的部分吼，会当过来评估啦，会当调整。我感觉你爱去调整一下啦，好不好？真正无去过，我主张无去咧家乐福哦。好，然后附带一下。谢谢。郑国煌议员，谢谢朱先生。从这个预算的编列上哈，坦白讲，我也觉得有问题了哈。我感觉有问题，就是讲，其实伫咧这百医生内底哈，我感觉讲医生的部分各局处哈，很努力的才去拿到了这一笔预算，结果这一笔预算哈，结果拢甲摕来做这个所谓的宣导的一个费用。你看看，包括卫生局，还是包括在你们环保局里面，你们单单这个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个好几百万的预算，结果你。正事不做，你全部拢啊摕来做这个宣导的一些相关的费用，这个我觉得比较不合理啦。因为第一个就是伫咧你环保局380万的预算内底，你已经编起了75万要去做相关广宣的宣传了，结果你另外这个400万的预算又全部都要拿来做这个 LED， 这代表就是说什么？就是讲，恁雄雄知影讲，会使去摕到这条钱了以后，恁家己恁也无意见讲啊，我有想要做啥物？所以我想简单的方式就是讲啊，我既然我有这条钱，无我就是甲提来做宣导，这对我来讲上有路用。哦，所以这个部分，第一个我对这个经费我也是有意见的。那第二个就是讲，他都讲我们用一万在讲啊，这我干嘛熬斗力？就是讲今天在 LED 的这个显示器上面的话，我认为好、就是讲你们要去评估过去 LED 设置它成效到底是如何。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因为 LED 显示器是怎样呢？我感觉讲，你要设计 LED 的显示器，重点是你要把你的政策是要让民众看得到的。不过事实上，因为现在在很多大路口、精华路口，实际上现在都有很多民间的业者，他们都有电视拖播或是这个电子看板在这个重要的路口了。啊，结果恁呢？恁家己若要选的时阵吼，你像讲恁拢去选到，比如讲啊文化公园，就是恁会使查的所在。不过恁会使查的所在，无的确是。能见度相关的所在，啊，所以这个功效一定是事倍功半的嘛，啊，所以我才会认为说，第一就是讲，你那如果是要来做这 LED 的话，其实我有意见了，哦，啊，个第二就是讲，那如果真正伫咧预算顶关，所以就是我是建议讲吼，如果说这个预算，那如果讲没有急迫性，那实际上这个钱也不会被中央收回去的话，我也是赞成讲环保局回去卖做 LED 啦。LED， 你比如讲你去甲业者租嘛，那如果真正是伫咧较好的地段内底的话，像中山路，还是一寡较好的路口，咱便宜上，咱去甲业者租，这条好不容易拿到环保局好不容易拿到这个400万的预算，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啦。所以在时效性上面，如果这个钱如果不会被收回去的话，
哪怕是未来再追加预算，我认为都没有关系。啊，另外一点哈，我也特别补充一下，就是讲，其实像这個，你如果恁有心要做这個 LED 的话啦哈，其实恁会使早讲嘛，对不对？迄天阮拢是其实开会的时阵，才摕到这个物件。啊，摕到这个物件的时阵，今麦我嘛是有一个，今麦我嘛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我若互你过，对我良心不安啦。啊，唔互你过，佮感觉讲这是佮中央的钱。啊，所以呢，如果后摆要做这种物件，其实大家局处，你若较早来沟通的话，实际上如果经过沟通，很多的议员如果跟你的意见共，就是拢讲啊，卖做 LED 的位，实际上你们早调整的话，再送进来议会追加减预算的话，这个案子其实都会过嘛，好不好？啊，谢谢。好，来，廖推中议员。我请教咱那个主计处长哦，要钱也是讲，依这个项目而过，他能不能改变做他的内容？啊，请问大家。我讲一听哦，我先来讲，咱 LED 灯的这个项目呢，安尼贵啦，啊，如果若要做以外，是毋是当做项目的无干的事无？好啦，我就是报告员，袂当啊，我都爱照这個 LED 爱 LED 啦。一定爱做这个，袂使做别项目。是，啊，那安尼我反通啊，大家佫感觉讲安尼 LED 灯有问题啊吼，不如就上玻璃一个，啊，拜托二百就好啦，佮帮助你四百万，看要创啥物，啊，再另外，嗯，哦。我来，我来聊天。来，我们有议员。主席，我感觉无适合吧，真正无适合。三。哦，三。嗯。来，我们有议员。主席，来，主席，我好认真。我来，这主席啊，这部分啊，卖用的 LED， 这四百，会当后日啊，或者是两千九百块的，后日啊，再来。每年过，你阁用其他项目甲送入来追加，安尼会使无？你先，你先甲我答复这个问题。来，主席，王主席，包朋友，我是建议啊，哈，一部分刚才廖议员有讲到说 LED 嘛，哈，因为你这个项目已经有名列啊。一种我是建议说，我们环保局哈，同在资本们，他是做一个自动修正啊，这是一个方法啊。啊，另外一个，如果说议员对 LED 哈，就容许我们自己修正资本们的科目啊。啊，另外一种是等于说，如果今天没有过的话，我们税入税出都并同三减，啊，等明年的临时会，我们再提最佳预算，可以嘛？对不对？啊，你今麦要用四百，要叫伊主动要修正，要修正，还有等于想看要用伫对，但伊今麦叫伊向用要对开四百，会哪有法度？哦，一只久啊，就送来，就送来到一点尔。哦，美女，啊，你这个时效性有没有问题？环保局长，这个你时效性有没有问题啊？我打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吧？处长，我三二七，会使未使来处长你？主给啊，主给，你这时效性没有问题吧？这个卫福部的2950万时效性没有问题吧？高议员哈，我们市长是希望就是说哈，因为这个中预算。好不容易来啊，我们希望说市长是希望说早点通过他早一点去执行啊，要不然会有执行的落差呢。我来问一下，我连问时效有没有问题啦，没问题吧，明年度再追加可以吧，可以就好了啦，还是接着啦，还接着卖了啦，没你绕你那啦，你又上来啦，这四百万、哦、啊，现在我现在又来问一下啦，不是只这四百万而已啦，啊，你这就很麻烦，你说哦，头前这个380万的，哦，380万的，你一个委外300万，除了一般事务费76万，哦，啊，搁一个理会2万，头前一个哦，案件计酬的2万，你这380万哦，第一这个300万的，这个委外哦。这委外300万是安怎算出来啦？我看你的资料啦，吼，我看你的资料啦。你讲这个时阵哦，委办会，你要做稽查辅导，每一个月75件啊，一单900件啊，哦，过来两场的，迄个法规说明会啦，啊，过来就是先导遐个费用啦，吼，啊，其中期末遐个费用。其实你什么先导的主张啦、杂志啦、理会，拢伫后边内底76万加2万呢，内底拢有杂志先导，啊，佮兼理会，还有78万啦。
啊，你这个三百万的，也有里面都涵盖这个。我即马是足好奇，你这三百万的话，哇，你即马是先含顾问公司算好啊，讲好啊哟。啊，你来这里为什么不明细把它写清楚呢？来，你需要偌济人力来做稽查辅导？一个人力一个爱偌济？爱用几个人力？爱几个？一张爱偌济？哦。啊！你以前话过迄两场说明，一场爱开偌济，其实遐拢免开，我看看后壁七十六万，搁一个理会七十八万弄，所以你这个是很模糊啊！你要你怎来呢？吼，你当来做局长，你用这样子来编这个预算哦，这表示哦，你完全拢无方向、无目标。这事先去问顾问公司问好啊，我看编偌济较拄啊好。伊甲伊讲三百万为吼，这为办会啦。伊来讲五百，你就编五百。你完全没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需求、自己的主张。你来无你甲讲，你三百万你安怎算出来？你方法资料你安怎算出来？你拢无写，干那来顾问公司来启用三百。跟黄议员报告吼，就像黄议员评估安尼吼，即内底包括吼委办公司因的人事费啊吼，啊伊想就需要有一个人伊的人事费部分吼，一个人应该是50万左右，啊佫处理稽查，包括伊的因可能的使用的车辆的费用，因为咱一单差不多爱招。那你可以顶900家嘛齁、哦、所以他每天大概要出勤辅导的家次齁、哦、大概是3家到5家啦齁、哦、所以工作量其实也蛮大的齁、哦、整个300万来讲就是他要去做稽查辅导平均起来一家大概差不多3000块左右这样的一个费用啦啊因为他的那个范围也很广齁包括那个我们还要去辅导25个厂商配合我们的政策然后减少使用这个环保餐具齁啊不要用这些美奈敏的餐具。你刚刚顾问公司刚刚一个人要来做这件工作300万。你在讲的除了这些费用拢总是下底一般事务费跟旅费内底要78万哦，你拢伫内底啊嘛？一个人，逐工去稽查，一工稽查2斤半，啊安尼一张300万，你应该你明示就是你爱写出来，伊个一个人个薪水偌济好，一张50万，哦，啊伊爱啥物费？啊做十支，啊下底一条76万个呢，啊要旅费搁一条2万78万个啊，伊拢伫内底啊。所以你要弄清楚啦，是不是安尼乌白糊弄的啦？中央报道看嘛无简单啦，袂使安尼啦，安尼看无啦。我看这话等于个定的，有够有心追加，这有时效性无？这有时效性啦、啊，这时效性是对。你用我的公司来，你讲有啥？中央有啥有时效性哟？因为 LED 那是硬体齁、哦、可能较不要紧啦。啊这是有配合整个进度齁、哦、要做会去执行的啦。因为这嘛是卫福部食品安全计划来对其中的一环。啊环保局配合的保护。对啦时效性的关门就对你给到我看。给到我看。时效性是你也算是这样欧北人欧北讲的呢。你讲的有根据啊。时效性的公司里对。有确定有时效性无？有依据有公司无？无啊，我来啦，我看下，我即个问题，我看下啦。啊，主席，迄、那个局长，你拢总吼无了，拢乌白讲讲的就对啦。这条是卫生局卫福部吼卫生局的，一奖金，讲叫你有关食安的问题去做，他不一定说人。咱一般咧配合中央的政策吼，迄是咱的本医生咧做，你毋知？他没有在和医生啊，这条是奖金来，你咧做工甲死亡有关系的物件，这物件是安尼呢？所以讲，你即马在检查这物件，啊，咱照伊意思讲，咱拢即马目前拢，即拢无咧检查。
咱目前来检查无？咱目前嘛是有在配合这個對、啊。对，目前都在做物件，你现在对家这是假的，也唔知。假的物件你要配合蒙面多，看遐做。啊，今年你这啊，这是怎做的？明年遐，我那不能先建起来，啊，你对。啊，不你即马做假的，啊，面多医生叫来做，叫来做，啊，蛮对嘞。这钱就浪费了。咱啊，家己完报告，咱即马做的部分吼，补充即马这计划内底很完整啦。我看咧啦，哦，你做计划写好咧，哦，啊了后，反正无呀，明年嘛早早嘛，即马都十月底啊。对吧？按明年配合看咩处理，接下来处理个。我看咧好啦。哎、嗯、呀，好啦。除了这，其实他都话四百交这三百吼，明年个来个来办追加啦。啊，你个你个徛在咩东啊？你个东。坐落，你个徛啦。啊。哎呀。看这东区，看有啥意见啦？迄、那个，即马就是讲这四百万，这三百八十万吼，这应该是。无时效性啦，哦，应该是无啦，吼、哦。所以咱就无必甲三毛钱去明年爱追加。系啦，啊，迄、那个都明年计划好，啊提出来，那都办追加减嘛。啊，是办本年什么时在？这地方补助看嘛。哦，无时效性嘛，因都讲无时效性啊，那有时效性伊乌白因啊，啊无公司讲有时效性，看讲咱这也耽误着。习惯嘞，绝对无时效性的啦。哎呦，他个想目仔啊，倒算时效性。我来各位议员同仁吼，其他医生照环评啦吼，环保局12-15-5一般建筑及设备、建筑及设备、建筑 LED 显示器各项业务宣传及资料主动更新的软体400万3D，再来。啊！三叠掉了，爱写三叠啊！包主席啊，那跟廖天勇意思一样，就是删除了，然后我们最初水桶去调整啊。哎呀，这要三叠啊！哎呀，今天是三叠，今天是三叠啊！对啊，今天三叠。对啊，这也跟删除的意思一样啊。哎啦，啊，你都这地方报纸挂没？你那个挂没？你怕什么？好不好？我们最初最初好，来15-13废弃物管理380万三 D 380万，今仔都三 D 780万，啊，明年老都拍算就对了吼，哎，安尼，安各各议员同仁，安尼有意见无？啊，无意见，其他照原编。I'm sorry.